customer asked us how to change the main word of I3 I8 in Reader. Now let me explain. First, remove the two top circles of screws. We remove the upper cover after removing the screws. Now, let's start. Remove the screws from these four plugs. Now remove all of these screws. Take out this upper cover. We also need to take this away. It's a whole thing. There are several screws around here. These two, and this, also here. Now remove them all. This is the interlock. Pull out this plug. Then we can remove this now. We've already taken out the upper cover. This is the main inboard. There are few screws here. And many plugs. This plug goes to DC, DC, to change high voltage to low voltage DC current. This plug is to IGBT. This plug is to the charger. Let's pull it out. Remove all of these screws. Another screw here. It's not too difficult to take out this main board, but there is some thermal paste on its bottom. Be careful when doing this. This main board has been removed. 现在把这个充电机部分给它装回去。 这个线束要从这孔里穿过去，从这里穿过去，把它扣好，然后带上螺丝，把这些螺丝带上，然后紧上，然后再把这个装好。 装这个时候要确保这个线别装错，扣好，先把螺丝固定上。这种线不要装反了，不要装错了。拆之前拍照怎么拆就怎么装。这个把它卡好，先卡这个，然后再用线把它放好，卡好之后把线捋顺。这个是在底下。 线捋顺好，然后再紧螺丝。然后装完之后要记得把这个插头插上，这是护锁的插头。好，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螺丝没有拧紧，或者是哪里忘装的。检查完就可以把上面那个盖子扣上。 都检查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扣上。扣上之后，然后就把这一圈螺丝紧上就可以了。到另一边先装 DC-DC， 把这个 DC-DC 装上，把它卡到位。不要忘了这边有一个螺丝看，找螺丝把它装上。还有这边长的螺丝是这三个的。
是这三颗的长的螺丝。这一圈螺丝已拧好了，最后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一颗螺丝需要拧。IGBT 装上，然后把螺丝带上，先把这两个螺丝拧上，把这一圈螺丝固定。不要忘记把这个放好，这是连接输出的一个铜牌，把它固定好就可以。这几颗螺丝都是长螺丝，我们装这个时候记得要把这个密封环给它扣回去了，密封环给它套进去。这个是装在这里的，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是套在这上面，我们先把这两个螺丝给放上，记得把这个扣上，就是起绝缘作用。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容安装好。放好之后，把上面的盖子，一个盖子给它装上。然后这几颗螺丝也要紧上。这个是装在这里的，这个千万不要忘了。装上这个之后把螺丝拧紧，把这个螺丝紧上。紧好之后我们装这个，它是像这个样子，把它拧上。这个板子是装在这里的，不要忘了。这有两个卡，这放这，然后这个主板，这主板这个孔，这要穿到这里，这有两个定位销，卡住这里就可以了。把这一圈螺丝装上就可以，还有这些，这个螺丝也要装上。把插头都插上。这也插上。好，插上之后再检查一遍，检查一遍没有问题，就把上边那个盖子给它装上。对好位置。这底下这有个销子，记得插进去。安装护锁插头，然后把周围这一圈螺丝都拧上。然后我们把上面这个盖子装完之后，然后再检查一下，检查好这些插头，这些插头都插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盖，把这个上盖给它扣上。现在已经装完了，装完就把它扣上，再把这两圈螺丝装好就可以了。这两圈螺丝我们已经紧好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